晚安。向师晚安。那候选人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有这个机会，在台上这边跟大家做学习。那首先呢，候选要先感谢上天慈悲，那祖师弘慈、师尊、师母两位老大人的提携，那以及亲友老前任，还有吴大先生，然后前任还有点传师对候选的苦心栽培，让候选今天可以在这个讲台上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。那候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师必要的去度量第九。那其实候选一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，因为候选都看了一下封面啊，那它里面有讲到就是给新道亲的一本书，对。那其实对候选来讲，候选觉得自己也是算是新道亲吗？应该说真正了解到一贯道，然后道场是在候选上大学，就是参加合唱团。才开始，虽然候选很小的时候，大概可能婴儿时候吧，没有印象就被挂在胸上。对，候选是听说。那因为虽然知道家里一直有佛堂，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了解哦，就只知道早上、晚上，然后爸爸或爷爷都会叫候选起上去献香这样子。那其实后面刚刚讲到说，比较开始有在了解到，我们道场文化也好，那以及我们道场一贯道是在做什么，就是从大学开始慢慢在接触。那其实这本书后学还没有，大概有看了一下，其实，后面想要挑这个题目嘛，就是去度量第九。那其实后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道亲，其他单位是一个道亲，那他也求道，然后也心口无数，然后也有在佛堂学习。那有一年呢，他就是有这个机会，就是可以参加到仙佛班。那仙佛班就是有老师会临谈，那临谈的时候，其实那个道亲，因为他也是。算是接触道场蛮久的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是有把他心中的疑问跟老师讲。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他说老师，为什么我在佛堂这么好的环境，然后我也求道啦，那也心口如数，那可是为什么我的脾气毛病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啊？”那老师就回应他，回应他说：“虽然我们都有求道，那求道了，就是等于说是种了一个善的种子在里面。那你的道呢，在你的心中里面有没有扎实的生根？会不会别人、你的家人啊、你的同修跟你讲了一些几句话，你的那一个无名火呢就？”就可能就烧起来了，就起心动念很严重。那就是跟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度量，那其实度量或许看了一下，大概有好几个意思。度量它我们那个肚子那个度量有没有关系？那或许就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。那一开始念书本里面有讲到说，天之量大，包罗万象；天之量大，生发万物。那修行之度量要天空地阔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天空很大，那它包容着，我们刚抬头看着天空，包容整个世界。那我们在看的话。这是地球嘛？那你以为天空就只有这样对吗？没有哦。那再往外看一点呢？大家有看到地球在哪里吗？找得到吗？
这个小一颗，就代表说我们这样除了肉眼这样看的话，其实它还包括了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地方，就很大。那我们所立足的地呢，它我们立足的地呢，它也容纳了像人啊，然后植物啊，然后很漂亮的风景。那它这一段话呢，主要是希望我们可以去效法天地之法，就是我们修行之度量要像天空一样这么的广阔。那说到度量啊，我们一定会或许就会联想到一个人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是就是看图片应该是谁了，应该常常看到他在佛塔来，来佛塔过去三分都会看到这个人，那就是我们的弥勒祖师。那弥勒祖师呢，他有一句对联是大肚人龙，龙天下难懂之事，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那我觉得很佩服弥勒祖师，因为他所懂的啊，他可以接受天底下很难接受的事情，他都可以往他的肚子里面去容纳。那大家看到他的面相是笑的，就是嘴巴时时刻刻都张开微笑。那后面有一句后续，刚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有一点怪怪，他说：“弥勒祖师应该是很慈悲为怀啊，怎么会笑世间可笑之人呢？”他说：“就后续心里想说，是不是像是有人做什么跌倒还是什么，就是笑他？那他这个笑呢，不是取笑或讥笑，他的这个笑呢是。”悲悯，为什么悲悯的笑？为什么悲悯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太多的混沌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世间，那我们却一直没有好好把握这一次当人的机会，那就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那我们这一期啊，我们是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弥勒祖师长天堂，那我们这期就是弥勒祖师长天堂，那我们所修的就是弥勒嘛。那大家知道弥勒祖师他住的地方是哪里吗？多帅天宫。对，那兜率天他又称为兜率头天啊，他是欲界的第四天，那就是我们弥勒菩萨所居住的地方。那这个住在兜率头天呢，兜率头天都在，他还有分哦，他还有分两个地方，一种就是外院，他有分外面，就是只能在外面而已。那外面呢，只要我们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修十善，然后持五戒，那我们。以后啊，回天了之后啊，就可以到外面外院啊，去享我们的果报。但是呢，我们享完果报之后呢，你还是要下来继续轮回这样子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内院，那内院其实就是一些修行菩萨居住的地方。那里面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听弥勒祖师就是受法讲课。那大家都知道弥勒佛啊，他是在龙华树下成佛的。那一佛有一句话是说，一佛出世，那千佛护持。那或许一开始，看书也是看到一段就听，就弥勒祖师他一个他出生就是来到世间啊，就是很是天生天相啊，还是就是会有变化这样子。然后哪来的？还有其他的佛也会来。那其实呢，就是在场的各位，在场的各位都是佛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其实我们在上面啊，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，然后有这个因缘，可以在这边，这个佛塔这个道场里面学习。其实是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呢，在东帅头天的时候呢，就是其实有跟这个老师一起，学习，然后学习经典。那其实我们在上面的时候也是发愿说，我们这一次就是要下来帮老师的忙。
就是帮老师更多忙，可以救更多的兄弟姐妹。那所以我们假设我们在上面已经发愿说，哎，老师我这次下去我一定要好好来帮你，所以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就发愿了嘛。那可想而知，当我们发了那个愿力之后，我们这个愿力就是会让你投胎，然后到我们的世界，那一定会投入在哪里会最方便？就是我们的道化家庭。素贞，你看那个前显啊、莲团师啊、道场、佛堂一出生，你什么就是资源就很丰富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或许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。那在场有没有就是后来才进入道场的，还是本来都是大家都是道化家庭？有啊，我们后来才进来的。嗯。所以我在这边上课没有花月。我们给那个经典人是掌声。为什么后学要给经典人是鼓励？之后学要讲的第二点。为什么更不简单？半途进到道场的前贤们更不简单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在上面，他也有发愿哦，他也有发愿说要下来帮助老师。但是他更不简单的点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他发的那个愿，然后他到了人世间之后，他虽然没有到道化家庭，但是他的愿力非常的大，所以可以帮助到他，可以让他找到就是找到道场来进来学习。所以比起在道化家庭出生，或许更敬佩那些半途进来道场学习，而且是非常发愿的前线。对，是非常不简单的。所以或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缘分，就是大家在佛法嘛，入班、参班、办道，其实我们其实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在上面跟老师说好的，我们就是要下来人世间帮忙。对，那量大则无大，量小则无小。那比如主仆日子就是受动受，也知道是命，总不生怨恨之心，只以道为乐，不患难之时就是受无考。那后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。这段影片呢，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叙述，就大家看这页也是可以看。Thank you.
下那个小男孩穿的拖鞋。那拔不掉了。